这么晚是哪一间？对，我们正常到2点钟。谢谢。啊，这件是吧？米铺桌游酒吧，然后感兴趣的话可以过来看一下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就在这边。然后我们今天还有活动，就是可以免费喝鸡尾酒。啊，免费的。送你一张这个鸡尾酒的券。啊，你们这是免费的是吗？是的是的。那我还要消费吗？我进去之后。不用的，今天就是免费送给您鸡尾酒。啊，请进。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的老板。对啊，可以啊。确实，我觉得这是第一点。嗯，其次的话就是财富能力。后天可以跟你一起去漫展是吗？对。那个女部长小姐姐她说，因为明天有漫展是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明儿个我们去参加漫展。真的假的？那你要在店里住的话，你要住多久？就是我可以，就相当于是我在店里面等待里面，就是这个漫展大队一起出去，然后再回来。对，我们漫展是3号结束，但是我们睡的地方不太好。没有关系。说咱们这次漫展侧重点，如果明天你可以帮我们的话，帮我们自己招聘一下。嗯嗯，好呀。啊，如果有说你觉得比较漂亮、比较不错的，就是小姐姐，你可以把穿穿单也给。好的，好了。没事没事，但是你要帮我们看好店里哦。好，我会的，我会的。可以，行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嗯，好的。好，给你今天晚上要用的毯子。我觉得会很适合你哦，就是它金色，而且它会有一个小圆领。喵喵。啊，你这么早就来了呀？哦，你不来的也这么早吗？没有，我住在这里。展哥呢？这个机会给我了，有些大人呢会错。呀，早安，小猫咪。现在店里还没有人。差不多吧，姐姐，好，我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给你压着牌子呢，你不看老婆的吗？
二楼可以待的地方很少。水吗？有冰的吗？谢谢。好的。城市人的吧台，一些免费水。能出点声啊！大兴机场外面健身体验非常的不错，还有一个更衣室。现在在四层，这里是国际出发和国内出发层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星巴克。天亮了，现在是6:30，我4:30睡，6:30起。这件衣服它解了腰带之后，像睡衣一样舒服。楼下全是人。啊，你好，就是楼上的那个真的是没有手提袋了，然后他只给我这种，可以给我一个小袋子，就是一年级的就是。您可以去那边卫生室那儿看看有没有。那边也没有，就是因为本来小姨子是有的。啊，给我个袋子，太丑了，因为不然这样它容易坏了，也很丑。嗯，袋子也在这里。对。对谢谢你。这是早餐自助，然后这个就是全天无限供应的，有这些小零食和牛肉面，这牛肉面味道很一般。开饭啦！午餐已经吃完了，比早餐好吃太多了。
晚餐和夕阳。充电去。我又到了一个母婴休息室。36次航班，厦门航空公司 MF1412次航班，由于天气原因不能按时起飞，起飞时间推迟到3:30，请您在候机厅休息，等候通知，谢谢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? We regret to announce that flight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flightCZ3736 Xiamen Airlines Flight MF14122 Zhuhai will be delayed to 3:30 due to weather condition. 我就给他们写了一个信，然后再从我的战利品里面拿一些给他们吃。我现在的考虑就是，我是在这里继续挨冻，还是出去借个毯子？我觉得选择后者。我现在要出去借个毯子。现在是5月5号3:30，然后我现在是这样搭建了一个就是保暖的睡觉区，穿了一个丝袜就作为一个保暖，然后接了一瓶开水，是我的热水袋，不然我就要冻死了。这个睡觉晚安，太冷了。现在是早上9:14，又被冻醒了。肯定晚上6点的时候更冷，只是我没有醒。然后我打电话给这个昨天待过的休息室，问他有没有毯子。您好，您拨打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可能这沙发也太硬了，硬死风。现在是5月6日10:30，然后我又来到了这个地方。我已经越来越迟，晚餐开始了。现在依然是晚餐时间。现在是我在这边待的第4天。这种一个西瓜一个哈密瓜这种组合，我已经吃了10包了。星巴克是24小时营业吗？好的，又回家了。
然后我又回到了这个店里，拿回了我的衣服和耳机，这样我就不会冻醒了。这个很好吃，这是这是。本来也给我卸妆水和漱口水，然后都说可以让我就是睡在里面沙发去。谢谢海底捞收留我一晚上，还免费给我吃东西喝水。24小时营业，你好像营业吗？北京的宝箱都没有人开。
在这个财神庙底下见到了一双非常性感的鞋。好像有点小哎，这个圈口好小。这太好看了，典型的青梅对。往上加吗？最后一次，5000。哎，好可爱！高山就可以了，吃猫就是每天你。啊
信息了。小龙发信息了。开始你就要过来。放到放在你比较顺路的地方就好。谢谢，拜拜。谢谢你送我。5点就已经开始准备早餐了。